化中国中华才艺舞蹈大赛纽约选拔赛，今天介绍一下我们的组委会，是由梁冠军华星艺术团团长，林学文华星艺术团副团长，刘马华星艺术团总顾问，向静文华星艺术团艺术总监，冯杰华星艺术团特聘总监。接下来我介绍今天的评委，是由郑贝贝老师，华星艺术团学校副校长，庄贵轩老师，华星艺术团学校副校长，令婉如老师，中央民族大学的毕业，现在纽约任教，阿丽亚，中央民族大学毕业，现在纽约进修，冯杰。中华歌舞团团长，向静文，华星艺术团总监。
化中国中华才艺舞蹈大赛纽约选拔赛呢，到此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已经分两组进行排名，独舞包括单人舞、双人舞和三人舞，那么另外一组就是群舞。好的，大家给点掌声好吗？谢谢。颁奖了，郑贝老师来颁奖啊！那么我们纽约选拔赛呢？圆满成功的结束了，我们会把我们所有参赛并且获奖的这些曲目呢，全部都报到我们深圳这边，我们就等待着佳音啊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入围，回国去展现我们纽约舞蹈团每一个舞蹈团每一个个人的风采。好的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你们。